有嘉宾还没有投的吗？今天可以抽出幸运的大奖哦。还有哪位嘉宾现在写一写，我们开放十秒时间让大家投进来，有吗？有哪位嘉宾还没有投？不然我们今天要抽出十位幸运儿哦。都投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要抽咯。等一下我唱明到了就要立刻跑步上台来，先请我们新娘抽出第一个。大家都认识，所以不要害羞，赶快快速步入舞台。陈心，高中同学。大家，我还没看到小姐，不要，小姐赶快，我们快速步入舞台这边。周宇璇。我们新郎新娘都认识大家，所以不要想躲，赶快上来。张子婷，他小学同学，小学同学，嘉龙的小学同学，赶快哦。嘉伟跟玉琪。国小同学，嘉伟跟玉琪，国小的同学吗？好的，也请赶快到我们舞台前方哦。这伟明写的吧？大将，伟明被点名喽，赶快上来哦。有巧慧、林志健、我二专同学啊，上面全部都是我们西塘西塘同学，剩下最后两位，我们看看是谁。有一个是匿名的，匿名的话我们就不算了，再宣布一个。领将也是我们。那我们请新娘指派一位代表。那七汉，七汉被点名喽，七汉赶快扑上台哦。最后一位名额，请我们新郎官抽出来。我那都干嘛去了？彩恩。有吗？有吗？彩恩，不要害羞，赶快出列哦！那现在请我们新郎新娘往旁边这边站一会儿。以上是我们得奖啦，来上台，不要害羞，我们上台一起哦，对吧？这边的话是不是应该讲个幸福的话？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的新人呢？讲完才可以拿一个小礼物啊。要幸福两个字吗？非常简单有力，给他一个热情掌声好吗？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新人？哦，没有听到，我们大声一点，什么？妹妹不要害羞。好的，非常可爱，我们送她一个小礼物吗？谢谢。他们两位都要讲一点，是情侣吗 ？OK， 那没事，有机会要在我们这边办还是？好的。那两位的话，你先代表要说什么送给我们新人？哦，一起吗？好，那大声哦，面对观众大声一起说吧。
人说呢？说百年好合，哇，一年生可爱的 baby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生出可爱的 baby。谢谢，好，先生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张先生。张先生，那你要对他们说些什么祝福的话呢？拜托。白头偕老吗？整个简略了刚刚两个字左右，没关系，心意收到了，一样可以领取我们小礼物哦。谢谢。Hello， 弟弟你好，你几岁？10岁。那你不害羞哎、欸？要祝福我们新的什么话？天天开心，有城堡。哇，好可爱。那爸爸呢？早生贵子。一样，最重点就是早生贵子，一样向我们新人领取一个可爱的礼物哦，谢谢。要不要大声一点？平平安安，天天快乐。好，非常中肯的一句话，让我们现在送他们一个小礼物。好 ，Hello， 弟弟不要害羞。OK， 弟弟今天新娘美不美？美。非常会说话，今天新娘真的非常美。妈妈说什么祝福我们新人呢？有遇爱。是我们祝福现场所有嘉宾以及我们新人有遇爱，还要领取我们一个小礼物哦。哇，有没有很甜蜜呢？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祝福我们台上这对才子佳人，好吗？稍等一下，我们新人交到各位第一桌桌敬酒，请各位嘉宾把您桌上的酒杯斟满。有什么祝福的话或勉励的话，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。